第二十五小时演唱会出场顺序选择即将开始，接下来有请热爱研读规则的胡海泉哥哥前往主持台为大家发布规则。热爱研究规则，我是吗？我只是快速理解规则。海泉哥，海泉哥，各位哥哥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同盟的火力值排名。陈小春、Bray 及同盟总的火力值是1247。哇！我们还是第三，第三。我们从零到三百五，已经很好，已经很好。我们从三到今天去了1200多，很差。哇，有一个小朋友在啊，不然的话零分，肯定是零分。哦，我们现在马上呢进入出场顺序的选择，第二十五小时演唱会将分为上下半场，每个同盟需在上下半场各有一个表演曲目。哇，因为本次的投票是上下半场分别投一轮票。所以上半场的顺序也很重要，关键来了，出场顺序根据各同盟的火力值排名从低到高依次选择，火力值高的可以调换火力值比自己低的部落的顺序。可以说我们根本不能说我们两个在哪里，反正动你就动你的，对不对？对，分低嘛。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商量一下，因为这个选择非常重要，我们的主动权在于看他们是出了什么歌。对啊，对，有没有资格靠后看陈小春团队。我们是完全不用着急啊，他们弄完我们就慢慢。对啊，可以啊，慢慢来，他们先选。我们现在 大权在手。所以那我们现在判断上下半场我们各派哪个首歌的问题，就按一般按演出的顺序来讲，先 vocal， 后面再越来越热烈，越来越热烈。其实啊，你们就想上半场 vocal 还是下半场 vocal 就行了，我们第二个换根本就没有选择权。对，所以上半场到底唱歌好还是跳舞会让大家印象深刻？我觉得他们会想把唱放在第一 part，因为那个时候在观众的这个没有疲惫的状态下的时候更好展示这个唱，而且唱是很多组合的杀手锏吧。那假设我们上半场我们唱歌，可是对观众就觉得哎，你们看你们又还在唱歌，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啊。也就是说咱们把跳放在前面，我们跳会出奇制胜。哎，对对对对，因为大家都会把唱放在前面。对，因为我们都没有火力值了，反而我们唯一的策略就是他们会把唱歌的部分放在第一小节，不如我们就反转，先来一个跳舞。好，各位哥哥们，那首先有请的就是排名在第四位的陈辉、欧阳靖同盟。Let's go。我们陈辉、欧阳靖部落呢是选择了 performance 的作品，被驯服的象放在上半场 ，vocal 的明天更漫长哈，放在下半场哈。行，都是第二第二。他们这是一种保险的放法，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放在这儿被换的几率不大。现在难题出给李承铉、张晋同盟啊，想知道我们是放哪里吗？想知道我们是放哪里吗？哦，不想知道，知道也没用，你们在我们后面。我们的舞曲要避开他们的大艺术家，因为我们觉得大艺术家这首歌很有气场，很有氛围，是我们最不想要碰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们 vocal 会放吗？对，我觉得他们是知道 vocal 是炫歌，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无功就放前面，无功走向半场，避开避开，我们把被驯服的象换在第一个，把无功放在第二个上半场，我们就直接拿三号好呢，因为三号可能会被换到第一个，哦，但是我们把他们换到第一个，我们绝对就是第二个了。上半场他们选择悟空放在第二位哈，一开始就动过了。下半场杰斯特大号，第一个也挺好，
挺好的，新鲜。对啊，对。接下来就由赵文卓、林志炫同盟来选择了。我们的鞋子特大号跟《大艺术家》这首歌不想要碰撞在一起。哇！我的天哪！我们对于飞云之下很有信心，所以先表演。大家心里有了底之后呢，大艺术家就彻底的自由的挥洒。最后出招的就是陈小春和 Bridge 同盟了。哎，看看看看，我们要放哪一首歌？我第一次看他们这个组讨论，之前都是这样。很纠结，小春哥，你就把空填了吧。好，哎呀，哇哦哦，果然是，哦，大哥就是大哥，我想他有啊，他的经验值是他要第一。哎，等一下，没对，哎喂。啊，故意的，故意的，啊，故意的啊，戏很足，你给我玩一下可以吗？可以，随便玩。你不是商量好才出来的吗？怎么出来还没想好呢？冇搞啦，你搞完人家唔俾你换啦，自己忘记了，最后。哦，希望上半场压轴是。往事只能回味。哦，可以。那上面他们上面都是 vocal 吧？第一场不对了吗？好，下半场他们的选择是，哎，不，这不行，他现在只能，他现在动了两个了。他换了一个就推下来。哇，你们中间不休息啊？上半场最后一个，下半场第一个。你不要乱来啊！不要乱来，只能换一次哦。没动两个，没动两个。好 ，OK。我们和大艺术家还是在了一起。哎呦，你们，小春哥，不喜欢了。哥全部硬碰硬。现在。大艺术家就是摇在我们的尾巴，但我们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吗？有，现在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们就只能尽量的努力到极致，让这件事情没有关系。